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糖糖亲子游戏。今天我们给小朋友们带来了超级飞侠、金宝、安琪还有大鹏玩。我们先看金宝吧。包装上面有乐迪、酷飞、小爱、多多。金宝是可动玩偶，关节可动。金宝真酷呀！里面还有精美乐迪包裹，看，这就是乐迪包裹。小朋友们想要什么礼物呢？乐迪会给小朋友们送去精美包裹哦。看看安琪，她的滑板可以滑行。安琪好可爱呀，这是什么呢？哦，是平板电脑。再看看大鹏，大鹏是一架蓝色飞机。大鹏真可爱呀，大鹏可以顺畅滑行。大鹏是一架客机。接下来我们就把三个玩偶全部拆出来，给小朋友们玩一玩。小朋友们，我们先看看金宝。金宝在给小朋友们行礼哦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你们想要什么礼物呢？乐迪会马上给小朋友们送到哦。希望小朋友们会喜欢。看，金宝的头、手臂，还有腰，都可以动。当当，这是乐迪的精美包裹。包裹可以打开吗？哦，包裹是不能够打开的。那金宝拿在手里，看看安琪，这是安琪的平板电脑，它可以拿在手里。安琪的关节也都可以动。噔噔，还有安琪的滑板。小朋友们，跟着我一起去玩吧。呜呜啊，真开心呀。哦，安琪摔跤了。安琪，你要注意安全呀。好的好的，金宝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真是不好意思，没有关系呀。来看看大鹏，
大棚有四个轮子。我喜欢带着小朋友们跟着我去玩哦，跟着我一起去遨游天空吧。呜，起飞喽！呜，真高呀！大鹏也可以滑翔哦。呜呜。呼叫乐迪，呼叫乐迪。呜呜呜呜。我来了，金宝。有任务吗？是的，有一件包裹快递需要你送给安琪。好的，我马上就出发。我走了，金宝。好的，拜拜。呜呜呜呜呜呜！啦啦啦！滑板真好玩，呜、哦，好开心呀！呜呜呜呜！哦，我听到了乐迪的声音。呜呜呜！安琪，你的包裹快递到了，请你收好。好开心呀！要拿好哦。乐迪，谢谢你，你真的太棒了。不要客气，我最喜欢为小朋友们送去包裹快递了。我最喜欢看到小朋友们开开心心的了。小朋友们，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，我们每天有更新，记得订阅我哦，拜拜。